秋芳华弹指间，星球之上切个切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，死变态，有本事就试试。阿南，你想干什么？娘的，梁子都结下了，不杀他我不甘心。别傻了，再不走，等他的护卫来了，大家都得死。那就让他先死。凭你这个小贱人还想杀我？做梦！抓到你了！女孩子，等什么？快动手啊！苏长青，杀！太冒险了！斩草不除根，后患无穷的。啊，苏长青，不能再拖了，等人来了我们都跑不了。我知道，苏长青，要是你死了，你的师父肯定会雷霆大怒，帮你报仇，灭了天海门，这样那个道人的注意力也不会放在我们身上。咱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你可别怪我。老爷，我已经按你的吩咐将那个中分头的手下都传送到外太空了。很好。如果这个金枪王只是一个人面对他们两个丫头，本座不会干涉，但临破境巅峰面对一个凡境一个临海境，技不如人还想叫人打群架，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。老爷消消气，没事的没事的，小长青受的是小伤而已，老爷随便挥一挥手就能治好。本座知道历练受伤本就在所难免，既然结束了，这人也没有留着的必要。哎，那个中分头还没死。啊，天海门必将灭你俩贱人满门，那些废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地震！啊，术法是谁？三清移山咒。这下是死的不能再死了。还好还好，没把天罗戒毁了，吓死我了。不过是些小打小闹罢了，以凡境的修为便敢硬汉实力远超自己数倍的敌人，长青的这份孤勇是大多数人不具备的，而另外两个丫头自知不敌，退无可退，便设下圈套，先色诱后袭杀的手段同样值得夸赞，虽然落败，但从结果而言也算是通过了。不过后面的历练只会更难，未来的魔祖和穿越者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，就让本座拭目以待吧。我他喵就是多管闲事，就是心软。这丫头是猪吗？看着这么瘦小，背起来怎么这么重啊？嫌重你就放下了。呸，我笑男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从不欠人情，他救了我一命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他不管。这也是我找上你做搭档的原因嘛。滚。
滚呐、啊！要是你有实体，我立马把这丫头甩你身上，你信不信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没人追上来，看来咱们是甩开了。哇！我去，老娘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上一世跟这一世的都一样倒霉。嗯？这丫头的伤口，喂喂，阿爽，这该不会是这个样子？难道是突破？啊，老爷老爷，不好了，小长青的生命体征正在不断下降。无妨，这是他即将突破凝聚灵海的前兆。在纯阴之体的驱使下，他的体内摄入大量阴气，通过方才的战斗，已经没法压制住体内的灵力。好好看着吧。我也未曾见过凝聚出灵海的纯阴之体。这白毛妞要在这种地方突破灵海境，她正在大量吸收这山脉中的阴气，让她继续下去的话，这异变会引起那些正道门派注意的。这种鬼地方，别说正道门派，山中妖兽估计都得被这动静惊动。阿南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是妖兽，数量数不清。啊，他喵的，我这乌鸦嘴！该死的畜生！让不让人休息了？阿南，你的伤，区区几只妖兽罢了，撑得住。白毛丫头，现在轮到老娘表演了。可惜，我的英姿你是看不到了。哎，就你最嚣张是吧？先砍了你！啊！老娘我。最讨厌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小动物了！旋风炎舞，暴杀大风车。这招啥时候学会的？没见你用过。哼，老娘天纵奇才，招式抬手就来。秦霜，一会儿我找机会把你丢出去，你能跑多远跑多远。那粉毛小姑娘身手不错，难怪能被老爷看上，给小长青当徒弟。可惜了，他只有灵海境巅峰，身上还受了不轻的伤。长青大量吞噬阴气的举动已经吸引了方圆十里的妖兽，其中还有几只灵魄境巅峰，他坚持不了多久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也是我对他的试炼，当然这算是突发情况，局势失控前我会出手。我也想看看这丫头能为了刚见面不到一天的陌生人做到什么地步。老娘运气一直就不太好，下一次转世可别再找上我了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我是不会丢下你自己跑的，下辈子做鬼也还会缠着你的。得了吧，你都已经是鬼了。话说这白毛睡美人还要多久才醒啊？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这边。娘。青儿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娘，我好想你啊。娘也好想你啊，只是娘到现在还是好疼啊。娘不。你该不会忘了吧，你最心爱的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只是你娘，还有你爹爹，你的兄弟姐妹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不祥的纯阴之体。
这个世界对你是多么不公平啊！如果没有他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，家人朋友也不会死。来，把身体交给我，我来帮你复仇。从此，你再也不用受纯阴之体的苦了。复仇？没错，复仇，向这个不公的世界复仇。不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呀。这世界上再不会有人关心你，其他人只会伤害你，只有我能真正帮到你。没有人帮我。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二弟子。你这个骗子，我不会把身体交给你。你还挣扎什么？除了我，世界所有人都不过是想要得到你的纯阴之体而已。我还有师父，我相信师父。什么？这次算你走运，但终有一日。我说，你这白发妞，这么能睡，果然属猪的嘛。这是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娘扛不动了，剩下那些畜生交给你了。小南，快醒醒，别死啊！